我也很嗨。你咋的了？嗯，拍个视频还有意外收获，开吧。怎么开？你得买箱跟钥匙。多少钱呢？十几块钱而已。那就可以开。哎呀，你看我媳妇，来来来来。很好，感觉很帅。基本是最差的。哦，这个是不是还可以？跟那个差不多，跟刚才那个。看到没有？就要这个。干吧。证明你这手还不敢我呢，真的。我啊，过去一个红色的，刚才。有那种特别特别好的吗？这很难说。那我再开。别，你手太臭了，别开了。别难受了，刚刚这钱从你零花钱里扣。啊？你没告诉我每一个都有十几块钱、啊？开箱有后续，朋友们。评论认真的吗？这是手气最差的女朋友。说我打游戏，她是因为手臭啊。哦，那倒不是，反正你两个都不咋地。我就不行。对，你不能服输这东西，这是。来吧，一会儿我们直接去吃庆功宴吧。你今天又能开出来货，我一个礼拜不玩游戏了。死样吗？哎，对，左摇三下，右摇三下。这是还不错。你看嫂儿，人昨天都说你是蓝精灵。这个不行。嗯，你已经掌握窍门了。咋能这么臭啊，这手我都理解不了。我天哪，开出个枪都是蓝的，你让我开一个不行。哎呀，你手太臭了。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不亏，那见红不亏，见粉亏傻了都。你快上去，开枪我确实不行。那就别开了，以后这游戏 CSGO。 那我打游戏吧。你可以够了，你别 CS 了。最后一次了。你抱狗干什么？我俩加一块指定行。两个臭手碰一块儿。十个金的，够不够孩子？啊，够够够够！哇，养乐多第一下就见红了，放下去，万一他开出好的来。你还跟狗有攀比心理是吧？他真的放下去了。这下你如果没见红，就证明你不如养乐多的吗？对，一如既往的稳啊。是这样吧？对，就这样。直接来个金的。对，就来。哎，有红的，红的，红的。稳。要不要考虑让我开一个？人都是女朋友开，口气很欧。口气很。我的妈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这样陈明，我反奶一口，我要蓝的。求蓝得蓝。好稳啊，我不想要粉了。你看我自己开一个啊。哦，你看看咋回事啊，咱这手。这手多漂亮啊。我得试试。别。变变之色手套。咋能这么臭，我这三天啥也开不出来。光今天啊，六个粉，五个艳色法，一共开了20个箱。你今天这个衣服穿的就很不错啊，一改你蓝精灵的风采。今天是金龟子。哎呀，我瞅这些都恶心，小敏。这个就是金的，这个哇，好粉的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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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。压的后半辈子都瘦不下来，减肥失败，减肥成功。那个夜神躲不掉，直接给箱子唱恶心了。不闹好不好？他又觉得他行了。随性一点。他不说我没有金的，怎么可能这个能开出来呢？全是蓝的。确实一点没说错。啊，有粉的。啊，两个粉的。开了4天了，终于开出一个紫的了。这个几十万，这个几块。那你刚才陪我玩为什么？因为你4天了连几块的东西都没开出来过。给我老公开心坏了。你就这么喜欢我开的吗？你怎么赖宝宝开心。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？都是金的。你怎么那么能吹呢？别笑。别这样，那还开个屁了，赶紧卖它。我要是第一个就进，你蒙过？我直接就蒙了。我蒙了。开胃菜。我直接，好家伙。今天的基调依然是那么的蓝。自古粉蓝出 CP。 你给我俩搁这瞎编。自古红蓝出 CP， 咋就开不出来金的呢？来开个伽马吧。那叫伽马。困了是吧，成明？你给我打起精神来。金的，这个就是金的。变姿势手套，变姿势手套。我是不是以为马上我要黑他了？你别说了，他舔个老脸他老来。你好歹再开个红的吧，让别人知道你没退步。我只要金的。你开不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这期视频咋剪。嗯，那我之前看那98个金的，你都没剪吗？你快别放屁了，他们也得信呐。哦，全是红的。这是不是糊弄人？我是看错了吗？这一页是都一样的吗？来，不用了，我血压上来了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。我太开心了。我昨天做梦，我开出10个金的。梦都是反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今天有多大的信心？告诉我，大声说。特别有。而且很多粉丝也梦了。是吗？一心向金。
养乐多啊，再给我加油，各位能不啃了不？第一个就是好兆头，好蓝的兆头，来个蓝的开开胃，一会儿我们就把蓝的全融。这倒还行，蓝的都是我弄的，不然是谁弄的？滑溜的，今天能出个金不呀？开到打哈欠，又尝试了好多次。原来是这种感觉，非常的爽。就你没吗？就你开心，比十几块的强。呀。4S 给我出新箱子了、我都不知道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老毛发朋友圈了，个破老毛，我就删他。媳妇儿，新箱子一个40-50呢，现在。动呗。啊，咱们先开4-5个新箱子。啊，然后就不开了是吧？然后就开旧箱子。破老毛，真就是不一样。确实。我闻了个龙，这是蛇，闻了龙。是吗？哎我去妈！手机。好吵啊，还是那么蓝。你就说一个箱子有几个金，一个箱就一个金，一个箱都开个金、有红的红的、你看我红吗？又买了很多以前的箱子，开豁出去了，真有意思。你想要开什么样的金的？你怎么那么能痴心妄想？你想要开什么样的蓝的？你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？你别给我看蓝精灵啊。行，在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，血压有点高，先高啊！丫头，三子给我出新箱子了，赶紧让程宇开呀！把电话也删了。我是领导。峰哥，你玩游戏吗？我不玩啊，对，没碰过游戏啊。永劫无间。那叫永劫无间。那游戏可难了，你真玩不了。开箱。那游戏它就没有开箱。我在爱着我。谁爱他的？谁爱他的？你想要啥？我啥都不想要，我连狼主我都不想要。狼主不是个地名吗？狼主，我上梁主干什么？真的是个皮肤。开一个。哎呦！哎，这不就是你要的那个吗？你发现没发现，就一个小蓝光飞进去了，他无情嘲笑你啊！里面有什么就飞进什么。那不是一共有四个，最后选择下来蓝色飞进去了吗？没选呢。他选的呀，跟你有啥关系？能选谁不开红？哎呦我天哪！记性真大，红的刚好，才刚刚告白。换就对，就这人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粉丝了。我媳妇儿净说些奇怪话，搞得我不知所措。最后一个，冲崩溃了。你对，你先等会儿，我看看你刚才开的来。崩溃是你开的吧？这个老好了，十红多好啊！你看人动作光就给人跪下了，对吧？这个你在打游戏的时候打不过了，你做这个动作多活一条命。那么牛，那我再给你开一个。你别开了，你再开就真崩溃了。有这个就够了，我就出去吹一下了。我给你，不是，行啊，我昨天说给你转钱了。大姐，我又不是没给你转回去啊。我要开箱。你咋听不懂话呀？我没钱。我有法宝。也不影响我没钱呢。你这开箱刷红的吗？红的在哪？炸！你别笑。潮流啊，我媳妇还有福字呢。红的好还是蓝的好？啥？我每次开回圈我还得告诉你，你自己外号是啥没数吗？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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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都说了开箱还得看我，人家的意思是说开不出来得还得看你，开不出来所以得看我开出来。等会儿你是不是阅读理解有问题啊？老主真那么难开吗？我朋友基本都有，都他妈对象给开的。都对象开的啊、哦？他们对象哪找的？这叫啥人类迷惑行为？什么？湛蓝，懂吗？蓝的不能再蓝了！哎呦我天哪，我媳妇要开10个，全是蓝的！你知道你手有多臭不？这游戏抽10个保底出个紫，你给我整了9个蓝的，就是比开出金的概率还小呢。就是成敏第一个10连抽9蓝一死。别笑了，我人都傻，给他挂了，老公给他挂了，我再开几个。别开了，求你了，别开了啊！啥意思呀？22年第一开呗。你想，我今年开出来了，你去年受的所有的苦，花的所有的冤枉钱全都回来了。哎呀，又给人我俩画饼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大饼。先来个那个金的开门红。我快求求你了，你开个金的，我这该咋咋地的都。好。金之手，彪。完了，我拼错了。新的一年上来就这么蓝。你不要。这怎么不一样了？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这就是个新箱子。这是个金箱子。这是个新箱子。你开过之前都沾点儿。金之光笼罩。金之光，哎呀，好蓝啊！这一页我就没见过别的东西。今天要开不出来，你就跟大家说这是去年的库存。
这样咱一点不丢人。哎呦，奶奶！哇哇！好，倒数第一。哇哇哇！啥玩意儿？你别笑。哎你瞅你开的这堆破烂，你再给我开一批，一批呀、啊，不开。大姨，你老叫他干什么玩意儿？给他开一批呗，他开全蓝呐，蓝的挺好的嘛，人都管他叫蓝精灵。我们本来去朋友家玩，干啥呢？现在做出新疆了，开了吗？上楼了。你有病是吧，白耳朵？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冷静，哎，别。不是，你们怎么还过来看了呀？没现场看过这玩意儿。你知道吗？他张嘴我就感觉不对劲。就开蓝就是几秒钟的。第一个上来就是一个大金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放吧。哎呀！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。竟然出了个子。哎，这枪不错呀，感觉。你有一条这样的裤子。跟那怎么能连上？USP 消音版枪支裤裤。哎呦我三连吧，这不是、啊、加油媳妇儿，看扁我，别笑、哎、你不要扎着呼呼，你看把筋都吓跑，就很虔诚，听白狼放屁，你看不亲眼见证真是难以想象。开箱给大家带来的是欢乐，只有给我带来的是痛苦。陈慧敏的大冤种男友。继续着稳定的发挥，是不是开不出金你报销？不是，那你开出金归我呀、啊？归你，那我也不报销。这么高的赔率都不玩，咱肯定能开出来。肯定能开出来。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。哎呦不！啊！红粉。哎呦！出去。老公。放过他吧。你回来了没等着我。带你们来回顾一下，我第一次开箱的时候，东哥是什么样子的表情？炸！我也想开。再带你们看一下现在的东哥，东哥，开箱啊！快快快！你叹什么气呀、啊？不是你干什么来了？叹什么气、啊？我认为你当拉拉队。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拉拉队啊！还是那么蓝。迈阿密风云。迈阿密风云。迈阿密风云。拉拉队。对。练袖着念。气得我也接不进去。然后他又开始稳定发挥了。没看着。我还有一点点就到粉色了。大家告诉我这个里面是什么？金的。迈阿密手套。迈阿密。手吗？迈阿密。迈阿密。迈阿密。你看。帅。有点脸。这里面就是金的。说这都低着头去呢。没到呢。你干啥？你别起势了，开出来这尿尖儿，开一个当没开。我就不给你剪，王林。你可以把我开蓝的全都剪掉。那开金的画面在哪儿啊？咱这视频还剩啥了？怎么开？这视频没有内容啊？我们东东三七今天我们开箱，刷再见。没了。前两张拍视频不小心漏了一下我 CSGO 视频，你们谁跟他说的我那东西贵呀、啊？误会了，开出来那东西其实很值钱是吧？都是让你密下的是吧？我密破烂玩是吧？所以其实蓝很难开。那你手气得多好，那我不得求你开？不用求，我现在就帮你开。哎哎，你别哎。现在咱俩说有一个人给对象开了个迈阿密风云，你不馋吗？我不馋，我有你就够了，咱还要他干什么？哎，别的，你这开玩笑呢吗？这不，你才开玩笑，这说开夸开了。我上来就开这金的，这句话我应该已经说三年。哇哦，这把枪我也见了三年了。那这个值多少钱？他很期待。这枪老贵了吧？贵，好几千。哪还得一万多？一万多啊？那我拿一万，剩下你自己拿着花。媳妇，这枪就六毛，我还得拿一万多。那才六毛，你自己拿着花。是没听懂，没听懂，啥呀？这什么？三年了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让你拿回来，我这次就让你倾家荡产。这个界面 disco 要金的，金的还不好开吗？这个多少钱？几毛到两块之间。五千，完剩下自己拿着花。六，给我六千，剩下自己拿着花。
还有没有人管管了？大家看到开山会艾特我，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也能开山进来。不是，他们就想看我笑话。你要有底气，你媳妇会给你涨。我本来挺有底气，越开越没有，越开越没有。挠头不是？那他们说贵的是啥呀？都贵，都特别值钱。那我要你20000不过分吧？媳妇是这样，现在卖不合适，我给你开个微账号，然后把这些都倒腾到你的号里，等到时候升值了，你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，怎么样？我不卖20000，怎么样？今天收到一条这样的私信，不是我就没明白你懂啥了，回个表情是因为我还没开。你们不是都说我结完婚唱歌特别好听了吗？接下来就让你们说我结完婚手气都变好了。我就愿意听你前面这段吹。我跟你说，我都不要求出金，你给我出一个那个红，你给我出一个那个青花瓷 AK， 那前面给我加一个省流10个金。新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的实力，不会再让别人笑话你了，笑话我了。两把刺青，说明你不仅仅有纹身。你快滚滚！你看到你，我给你看养乐多现在是啥反应？你妈一起看，没眼看，怎么没眼看啊？哎呀，你要干啥呀？你今年你想当纹身师啊？今年没有问题啊？你就刺青箱子，来个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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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扎扎扎，说你呢吗？好，你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双枪会给出答案。他现在都不让逛了，我放你电脑上。哎哎，啊！我见到红的了。又是我。Z。你现在开话会亏吧？不亏，我说了按斤卖，听听。就是不好的东西都弄完之后，接下来就全是好运。你看。这媳妇儿开20个枪，开出40把枪了。最后一个了，稳当着点来行不行？我要是开出来，你一年不能打台球。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开出来，我打一年了。你敢？完事儿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点激动。小文敏开完了之后，我还剩一个箱，我花钱开了，按斤的掠魔大炮。不是，我告不告他呀？